2024年的第一个工作，深圳演唱会。今天是1月4号，这一次我们深圳是连开三场的 I Am Glory 世界巡回演唱会，就是6号、7号、8号。今天晚上我们就会有第一次的这个 Full Dress Rehearsal。为什么要提早两天呢？原因就是改动挺多，而且这一次聪师傅啊，讲错，这一次宫格老师没有来，宫格没有来呢，我就要先坐在底下去看整个演唱会的所有的修改啊、音效啊，所有的东西。我们等一下晚一点去看一下什么情况，现在我们就先开车去深圳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通常在车程上面会干什么。首先一个当然是吃东西。打开给大家看一下我的食物，你猜是什么呢？当当当当，这是我的韩式料理，但是我现在有点生气，我点的不是这个，来错了，来错了！我靠，怎么这样子？我点的是 seaweed roll，seaweed roll 你知道是什么吗？紫菜卷啊，是个天妇罗紫菜卷，里边是粉丝，结果他给我了一个什么东西，炸豆腐吗？大家有没有？再等一下，再反过去倒回去看一下，我刚刚打开的时候应该是很兴奋的，当当当当，但是我刚刚是当当当当，就原因就是因为来错了。你笑啥？对于一个吃货来讲，那是打击很大的，很大打击啊！为什么？好不开心，现在看到没有，我点的根本就不是这个，干什么呀？ Be so sad. So sad. So sad. 但是我们还是得凡事保持一颗感恩的心，能吃就不错了，对吧？虽然来错了，但是还是要感激上天赐予我们食物，而且赐予我们健康的身体，可以享用食物，可以工作，对吧？那就这样吧，抱着一颗感恩的心，吃这个来错了的食物。你拜什么拜？我就要拍着我吃东西呀、啊！这个 cameraman 一直在后边，拜拜拜拜。怎么？你举起这个相机很累是吧？啊？有那么一点点。我们 cameraman 是谁呢？能够认出来吗？这是我妈。不要再说 sad 了，接受它，不能改变环境就改变自己的心境，对吧？说不定这是更好的安排呢，对吧？尝一尝这个来错了的食物好不好吃？嗯，还不错呢，好吧。看这个 bowl 里面有韩式牛肉、炸豆腐，还有这个茄子粉丝。各位观众，我在吃你们，是你的粉丝。嗯，又劲得好厉害。哇，这是什么桥？叫什么桥？哦，没事，反正不是青马大桥，那就没必要介绍。是为什么我要把窗帘拉上？因为阳光最好不要经常照到脸上，这个紫外线，尤其是你不是戴着口罩正在吃东西的时候，最好阳光直晒就不要那么久。现在这个钟数啊还是挺猛烈的，现在这个时间这个钟数。做一个隧道，穿过隧道也是可以学到一些人生的启示。嘿，
黑暗不会太长久，只要熬得过去，忍耐下去，你还是会再见光明，懂吗？小小哲学家，那你可不要这样吹捧我，这样叫捧杀。我就随意的讲了一个启示，你不要把我吹捧成一个哲学家。咖啡，哦，拍到烟没？嗯，拍到。很好喝，用保温瓶的话，在车上一定要用吸管，直接这样喝会倒出来。但是谁给我这么一条短短的？我妈想出来的。我们来量一下，就那么短。我如果放进去了，然后盖盖子了，我就捞不出来了。但是我如果盖盖子了，那我这一条东西就要放去哪里？指挥棒。指挥棒。我妈说这是个指挥棒。难怪我妈可以说得出小小哲学家这种话。你还是把你的女儿当成是幼稚园的是吧？我还在上幼稚园，所以我们现在去深圳连开三场体育场是幼稚园的才艺表演是吗？你能吃出来他用什么料来弄的吗？吃不出来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有的人啊，他吃了东西以后，他就能知道，哎，我这个菜是做了点什么料。哎，你讲讲看。这个菜重点就是牛肉啊。不是，他的调料用了些什么？你能吃出来吧？就是、你破梗了。我说我刚刚那是个笑话，你在那边太认真了，这个环节已经做不下去了。我刚刚说这个主要的材料就是牛肉的时候，你是应该笑而不是跟我说不是你个猪队友。你是猪队长。休息一会儿，晚一点再继续吃。吃晚安。